那一个12普通 Max 25G，居然还有人卖6000多，还是美版的，简直不像话。现在的话，咱们在华强北的25G批发市场，今天的话，咱们去拿一批这个美版二手的12普通 Max， 看看什么行情可以给它搞定。12普通的盖子高的有没有？拿过来来。哎呀，你看这是什么机？这些全大花机，这大花机多少钱？大花机贵呢，来看看来，4300。能不能拿一个展示一下？展示。看一下，哎呀，这么花展示，256的，这都卖多少钱？4300。那是很便宜呀。哎呦，过两天马上就涨价了。你来，这个就84000。多少？挑一下啊，100。93，93不行，93太低，93不要。93还不要。只挑你95往上的。这全是高干式的，256的，这个100，99，100。这个128的话，一个95，一个100。像这个12PM 的话，这种95线的话还是比较好挑的，比较多的。这种100的话，充电44次干式100。这应该是原的没改过。这个机瓶子打磨好了。没打。打了。我来的时候贴了膜，打磨好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今天才到。没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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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打。我贴了一个膜，这些都是贴了膜的。没打，没打，没打。我把膜撕掉了。我把膜撕了，这是新的，贴的冲新的，冲新的。屏幕小花呀，屏幕有小划痕啊，因为这都是没打磨过的，很正常有小划痕，避免不了。摄像头也 OK， 这几个多少钱？256的。这个也5400。这个100的全部没加钱的。开源不漏气的吧？对，不漏气。机器呢，咱们是已经全部拿好了。这些的话，全部都是咱们今天下午的收获，全他们今天下午挑好的机器。刚才呢是12 Pro Max 256G 的，成色的话，它写的是冲芯啊，其实的话又是一个95芯亮机吧，达不到99芯啊。然后干湿效率比较高，都是在95以上的干湿。这些的话，咱们是54张拿下的高干湿的。还有这边有这个12 Pro 256的，也是这个95以上干湿的。这些的话，咱们47张搞定的，亮机95成新的。这三台的话，这四台啊是12 mini， 都还再保有200多天，都是100的干湿。看它成色来。也是一个95芯亮机成色。如果你现在准备入手这个美版的12 Pro Max 256的话，你到手价的话也就在一个56-57张吧，这是一个到手价。如果新手的话还是6K 多，千万不要买，简直就是在割韭菜。